砰！哦，追回来了，千万不要唱童话。你叫我不要唱，我偏要。妈妈要怎么知道？妈妈，为什么你要拍西瓜呢？因为你拍一拍西瓜，再听一听西瓜的声音，就会知道西瓜有没有熟咯。干，你其实拍扎小。你叫我不要拍，我偏要拍。哼，有人看过那个吗？小鸡子，不要拍，我偏要拍。哦，逆转了，逆转了，我偏要拍。哇，十二代，哎呦，好险！然后你们死定了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。对我，第一次吻你，深深的酒窝，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。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，而是是笑是没有分开过。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。好，唱完了。什么第一次好听，公拉小。第一次唱歌好听。我刚才是突然想到这首歌啊，因为以前去那个，我跟你们讲，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啊，我们去那个什么，我们去做那个健测的时候啊，体能健测的时候，游泳馆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放这首歌。都会放第一次，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这首歌了。等我发财的时候已经懂那个，不过那个啥，哈哈，六个月了，可以可以，谢谢你，悠然安哦，悠然安。明天今天晚上十二点就是你的生日哦。为什么不把唱歌当精华？唱歌当精华会饿死啊！你光是看我这个直播啊，我这个直播 我唱歌就没有人要看了，唱歌当精华为饿死了。你们有人想要听唱歌精华是吗？哇，我们那个坠直接爱心，那个韩国爱心一直接赏起来了，感谢你啊。感谢还有人愿意听我唱歌，哎呀。